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将为您带来的《守候那个风云》在这练习修正版的实况对战解说。这场比赛由一飞的愤怒哥 vs 3P 战天城来看双方精彩对决。首发不知火对赛斯啊，哟，这一下下招对空，但是要被血反。哇，愤怒哥想修，哟，那这波该打的伤害没打出来，其实也不是很赚啊。反边战星角龙炎武的骚扰。哇，战天城感觉刚回归就被各种操作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跳级下踩，连跳进攻，好，这下地头进板反压制，但先大跳自己又进板了。战天城看一下怎么反压制啊，空中跳 A 接正摇脚，哇，但是这手前跳过波反而被前斜星腿截到底板，落点被揍。来看下一回合，哟，没想到啊，战天城刚回归可能是手感不好吗？不认清楚。哟，连跳进攻下 B 三点，哟，但是这套 BC 又失误。战天城你在干什么？后大跳 C 对四 RP 前小影跳压制啊，这也是战天城的一个经典套路，对吧？齐月阳强开 BC 以后前小影跳压制一波，或者说郑立泽小跳落地地头起身强转吗？前小影跳必打乱动，这下得硬猜啊，对吧？毕竟刚才是蹲姿倒地啊。来看一下愤怒哥这边的 Yamazaki6B BC， 漂亮 6B 破掉 EP 的蛇矢对空，奈落打胜罗尼，下一两点歇歇重腿又开始 BC， 哟，这套伤害又不是很高啊。看一下愤怒哥下边 B， 哟，没有开 BC， 战天城难受。哇，那愤怒哥可不会跟你开玩笑，对吧？也不会跟你客气啊。那中秋佳节赶紧打完赶紧下班了。来看下一回合，战天城这边最后一个手底角色玛丽啊 ，Mary， 看一下小玛丽怎么想。哟啊，这龙二打玛丽还是绝对的优势，对吧？手脚都很长。但是这手前冲想溜一则中断 BRP 后大跳重拳对侧道反杀带走。啊，战天城啊，不接超杀。OK， 哟，这一下被却反，那应该是没了。带他走，哎，听讲你叫战天城，那不好意思，今天让你站不起来啊。这愤怒哥可以啊，今天状态不错，比分1-0。来看下一局。但话虽如此啊，这战天城这个基本功还是在的，看一下能否及时调整吧。首发猴子对恩迪，看一下相杀一波。哟，这恩迪还是，哎呦，这手下重腿骗到一匹成龙，漂亮。还有这种套路，在你起身之前出一个下重腿，哎，就是虚晃。Max 超杀怼过去还剩一丝血，嗯，底半泽，这是安迪的经典的中下泽，对吧？来看一下愤怒哥这边日发出场的角色，战天城开始反攻了哟，半扑啊，后背隐藏能源，对吧？这手温妮莎又被揍一趟，哇，这安迪状态不错呀，看一下起身再点下盘。原地垂直高跳等你 AB， 好的，轻声龙背却反，巨伤。愤怒哥只剩最后一个克里斯了啊！哇，这局能否拒绝穿三啊？这战天城感觉是，战天城被愤怒哥激怒了啊！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愤怒哥？嘿嘿，来吧，真假愤怒哥啊！高跳骗下盘，连跳进攻。哟，这克里斯连续的中断则，但是没有开启 BC 呀、啊。二 P 倒是要破防了，高跳中腿抢空，连跳进攻。恩迪这下肯定不能在地上待着啊，避免被 EP 跳 C 地找到压制节奏以后直接压制到破防。AB 正逆则漂亮，这波应该是能一套带走，伤害应该是够的。差一点点。OK， 原地是高跳中腿踢掉。来看下一局。双方比分持平，赛点争夺战。战天城这边依旧是一个草地，来吧。哟，首发拉尔夫对 Xenagi 有说法啊，有说法。一拳超人，开局一个跳 CD 直接找到节奏。哦哟，真是特别少见啊！战天城开局被关进板边，这愤怒哥真有这么凶？哟，这时候落 AB， 哇，真敢操作啊，愤怒哥！愤怒哥呀，愤怒哥，你的操作真不错呀。但是战天城表示我可以更秀，哇，这个发波前冲升龙以后大蛇体太帅了，原地水之高跳等你 AB， 等的就是你。
哎，升龙拱车，完美的伤害计算。来看下一回合，来看愤怒哥这边二发出场的角色罗伯特。哟，跳地相杀一波，怎么想？萝卜，萝卜打小草其实还算是小优，对吧？毕竟有波有升龙。对手对空成功稳定连段斩裂腿循环，但是连段失误，前期重腿顺势却反开始 BC。这边齐月然后升龙取消一波。哟，这上，哎呦，好的后后奈落对色一批能量闪身的前 AB， 这波也是敲到一批乱动，有点帅。这下花式的打乱动啊，花式的区域拒止。哎呀，这个升龙可惜了。来看下一回合，哎，感觉愤怒哥他这个力回的节奏还有感觉啊，都是灵儿风云的，对吧？跟一七好像不太搭嘎，但是莫名其妙很好用，对吧？看得出来这个基本功还是互通的啊。斩裂腿循环 BC 漂亮哟，但是连段失误，可惜一批血反没有做到位啊。这对战天城来讲是个好消息，但是对愤怒哥来讲就一言难尽了。对吧，错失良机啊。来看一下愤怒哥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克里斯小蛇哟，下地摸一脚高跳 CD 抢空连跳进攻。罗伯特面对克里斯的压制还是没什么脾气的，对吧？克里斯的压制足以打断你所谓的下臂还有 6A 的牵制节奏，无视，对吧？完全无视你这个节奏，彻底打乱你的章法，这是罗伯特最怕的，对吧？罗伯特就怕两点，一点是无脑狂攻，一点就是像八神那种全方位克制啊。来看一下战天城这边金加凡登场，哟，这手错置位点下凡，但是 BC 没有开起来，元武臂没接上。战天城的金加凡，哟，这手大跳进板的逆向中段竟然没防住吗？战天城，哇，这下遭了重，哦，又叉叉怼过去。哎，现在我是有点迷惑了，不清楚战天城是怎么想，手感没有回到巅峰，还是愤怒哥进步神速啊？真的不是很清楚。哎，看下首发是比利对赛斯，哇，都好黑啊，兄弟们。哎，看到这个黑黑的，我就想到芝麻，对吧？黑芝麻线啊，一个汤圆，一丝血占一点日泽，一批裸 AP 躲开二 P 的压制。小跳片下盘六 A 打乱动，下 C 打乱动，各种操作。哟，战天城这边好的下 C 过来，但是一批没开 BC， 战天城可以接受。能量闪身措施位点下盘。哦哟，这比例好凶，何以如此凶残啊？没想到，对吧？比例正常来讲，我们都认为啊是远距离牵制的好手，他的下 A 呀、三 C 呀，对吧？包括下 C 呀，对空都是好手。但是愤怒哥这边反其道而行之啊，舍近求远，对吧？就是近身跟你压制，也不牵制，反而是给战天城打到没脾气啊！这是我没想到的。跳臂想空，来看下一回合。来吧，愤怒哥这边，威普。威普这个角色打指令头角色还是比较的简单啊，起码对策会比较简单一些。起跳抢空。抢到制空权就可以了，跳 C 抢正逆泽威慑日 P 后 AB 躲开一波，并且反制。哎，这边超杀取消一下 BC 槽，并且虚晃到 EP， 这一下抓呆打乱动。来看下一回合，可以啊，山田城这边逐渐找到自己的手感。来吧，愤怒哥这边最后一个手底克里斯啊，看起来是首选的主力，两边是一手两问嘛，对吧？哟，连跳进攻，克里斯又开始了，前桥引跳落地变下盘，下比下 A6A 开始 BC， 这边连续滑铲滑步升龙举敲敲杀怼过去一跳带走。来看战天城这边最后一个手底角色草地精啊，看来不用离草了，用这个真草了啊。跳地错身位，但是一批连段失误。哎呦，这下裸爆 BC， 战天城你在干什么？有点紧张。哦哟，山天城今天的失误不可谓不多呀。哎，下片 B 开始 BC， 可以小跳 C 以后利用对手的防御僵直前冲点下盘，毕竟是小草嘛，对吧？所以说极有可能前小引跳奈落则自己的逆向，
哎，所以说站姿防御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对吧？一颗 CD 要还血，一丝血。好的，先大条清剿最低点打乱洞，一分持平，来看双方最后一分的争夺。哎，目前为止一个隐藏都没有啊，但是确实双方的例回很精彩啊。看一下特瑞内战，哟，喂，碎石踢打乱洞，好的小碎石踢，怎么讲？连续的底板骚扰，碎石踢进身，好的落地倒月踢啊！这手碎石踢没有打中对手，反而利用对手的心理，这个侥幸心理吧，对吧？直接大声龙打你乱动，没脾气，带他走。哦呦，大灌篮连断失误，好的 RP 顺势血反，但是连断啊！战天成，你在干什么？即使是战天成，我也不得不拷问一下了啊！这波失误，或者说这个想秀的心就是忍不住，哎，很奇怪。按下金加翻，碎石踢打乱洞。哎，这手战 CD 预读好，超杀对空啊！愤怒哥玩嗨了啊！把他当灵儿原版了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但是战天成这波有点帅，半月斩取消半月斩，再来一波超杀怼过去。哟，六 B 压起身则中断，你比起跳卖血也是规避连断。啊，愤怒哥这手特锐，撕血能否拿下战天成？哎呦，哎呦，真的假的？这手碎石踢对空地头起身强转吗？前向一条重腿，但是打点过高，想开 PC 火焰重拳碎石踢倒月踢，哇！但是这一下身位太近，零距离凤凰脚顺势却反。来看下一回合，来看愤怒哥这边怎么讲。罗伯特，嗯，撕血心瞎翻，这已经完全进入了 EP 的斩杀线啊！下 B 战 B 开始升龙 BC， 哇，好凶！这愤怒哥先向一条轻巧带入一波 BC 闪裂腿，啊，超杀怼过去。哇，太帅了，愤怒哥今天什么情况？是神。来看战天成最后一个玛丽 Mary， 哟，玛丽这边哦却反，但是没有却反滑铲，可惜了，其实刚才卡时间可以滑铲却反的，但是战天成选择求稳，干脆不却反。哟，跳地抢空，下臂单点前走骗普通头，好，下臂则中带走。战天成今天是真的翻车了呀，漂亮！再度关注我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！愤怒哥帅呀！